掌声。请掌声欢迎任达华先生，鬼夜首次自导自演的华哥，来，请站中间，华哥请。来，华哥，请站在我们女鬼群中间哦。你好，对，华哥，我们先一起看左手边的媒体啊，大家来一张大合照，猛鬼出动，摆一下惊悚的表情，不能肢体接触，但是要装恐怖。好，林雪看起来还是很木讷哈，好，来看中间，慢慢转中间。谢谢华哥这一次哦，从影26年首次自导自演的鬼夜来台湾宣传，表现出非常重视这一部鬼夜，8月30就在台湾上映了。我们一起看一下右手边的华哥，谢谢。第一点，影帝哦，演了优质大片，8月30才正式上映。16年了哦，首度自导自演的《鬼夜》将会在3月1号全台正式上映。随意在街上面搜查那个娃娃回家，不能要的，就很危险的事情啊！啊，这个娃娃其实这个衣服也大有来头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那个衣，那个娃娃，一个是长头发的，一个是短头发的。长头发的，这个时候就我在戏里面，这个娃娃跟我共同生活，所以他头发也长了，水也喝了冷水。他也喝了我的水。这个娃娃短头发，因为他不在我家，这最后才通过我找到他们两个双胞胎。所以平常你会跟他们对话吗？啊，你会跟他们对话吗？有啊，他不讲话的。他真的会讲话的。我跟供，我是另外再跟他供。好了，对啊，所以大家千万，男生也好，女生也好，千万千万不能随意。我有些我们男生喜欢买什么古董放在家，很麻烦的。